人生的路特别特别长，现在已经更加精彩了。
希望你们人生有特别的精彩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啦！加油！现在大家都在很喜欢的一个青年偶像，有什么话送给我们这些即将要出道、面对更多观众的甜心们？其实就是要做好自己，然后把握好自己的心态，就心态一定不要飘啊。然后对，就很多前辈都跟我们说，心态一定要保持好，要不然就是自己在给自己点火，因为现在都很小，然后长大之后。就好像风是先给的，错误是很大的，所以说期待怎么样啊？最后在我们东巴拉的音乐声当中，我再次感谢我们易烊千玺这么久的陪伴，谢谢我们的易烊千玺，再来我们前方。